人请主席直接敬拜上帝，咱同齐下来祈祷。听我的主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常常为着家己生活的需要担心看顾，常常将真侪时间放伫追求物质的生活需要顶面，也常常活伫俗世的小社会价值内底。求你帮助我的心思意念归转向向你，好好听你的教示，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先求你的主权甲你的旨意，引带我朝找你、敬拜你，把我的性命因有你减轻跨越，让我哪活哪轻松快乐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即卖社会环境，生活充满压力甲压力，企业家甲工作者伫职场中间真会互相的竞争，嘛真惊家己的位已经无去。学校的老师嘛，也是烦恼，学生吼考袂着好的学校，真无面子吼。做爸母的，从细汉一直到大汉，拢是安尼无时无刻，拢为着囝儿的教育、婚姻、家庭。工作、品行，伫遐咧烦恼吼。青年人，伊嘛是为着做侪工作，找无着好个工作来看路。还袂结婚个人，找袂着好个伴侣来调剂。头家还发袂出薪水，伫遐咧走走。现代人个婚姻，自我意识足强，真容易冲突。做太太烦恼，烦恼先生伫外口有查某。所以世间人拢着为着，真侪人拢着为着要食啥物，要穿啥物，拢伫遐烦恼。真侪人已经毋知影到底是啥物是咱食物一当食才是安全。所以做侪代志拢是假的吼，连食物嘛是拢是假，拢是化学去做吼。所以人甲人的中间，其实要互相信任，要互相当伫迄个所在，彼此相疼，其实毋是遐尼简单个代志。活伫即个世界，实在足欠缺即个安全感。吼，咱人看路足侪吼，身体甲心灵都哪来哪艰苦。即我要甲咱讲吼，亲爱个姊妹吼，咱每一工，咱每一工为着虾米代志，咱来烦恼看路吼，请咱安静想看觅啊，你目前。在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最大的跨度是什么？你想看咩啊？大概想看咩啊？你即马你感觉，你即马最大，互你困扰，互你跨度，互你上烦恼是啥物？你想看咩？对我来讲吼，其实我即马最大的跨度是感觉。最惊甲上帝话吼，传达唔对吼，上帝无欢喜吼。今仔个讲道吼，就是今仔来讲个讲道讲煞是着你想看后礼拜要去讲啥吼，着较拢咧想过吼，所以规礼拜拢毋敢去咧想过啊。到底有想过？一礼拜真紧着过，一礼拜讲了迄个礼拜过来啊吼，所以这是我足大个跨路啊吼。我想即个跨路个真甲咱影响咱个身躯吼，咱来看嘛，咱跨路吼到底是安怎影响咱个生活甲咱个心灵吼？看路时吼，是看路甲烦恼啦吼，烦恼看路真多吼，有当时就是病痛来源啦吼。我讲到边吼，无论我偌早写好，好，常常吼，拜六的时阵一直去改吼，改到吼，一直现在吼，七点、六点、七点、八点安尼吼，就是安尼改到迄个时阵，咱就大概真正是拢无咧困啦吼，所以规暝拢讲要改。真啊，信息啊，吼，拢在改吼，所以拢总困，无咧困啦吼。礼拜日吼，甲拢蒙吃吃吼。我问过足侪牧师啊吼，我讲你做传道书的时阵吼，恁拢安怎？你讲吼，你嘛共款吼，伊讲啥拢困袂去啦吼。我毋是困袂去，我是无咧困吼。所以吼，我讲吼，我著安尼落去吼，早死吼，所以我一定爱改变吼，不然安尼落去，我是肯定袂康的。我想跨入对咱的人，咱的身躯有足大的伤害。所以这篇道理其实咧讲互大家，拢讲互大家知嘛，是咧讲互家己知吼，是要家己鼓励家己吼，讲安尼袂使吼。所以这篇道理是讲互
家己听吼。啊，真侪真侪感情的学者吼，拢是因吼，安尼啦，拢安尼想啦吼。个性吼，较高烦恼，较承受较侪即个压力的人吼，拢得到感情机会较悬吼。啊，即个人吼是何姓的一个郑春红医师啦吼。哎，伊这是伊的研究报告，甲感情，即个就是讲伊的个性甲即个呐，人的性格啊，甲即个个性吼，甲对伊吼。对感情的发生率几率有多高啊？吼，啊，伊安尼讲哦，伊讲安尼哦，吼，啥物人吼，他会得癌症的机会比较高。啊，你若是这个人，你这种人吼，你得先注意一下吼。来，姑母的人，吼，来，你看你的姑母哦，吼，爱清气嘛是种姑母哦，来，吼，啊，负责任，啊，负责任，真够负责任的人，嘛是会安尼吼。稳健，吼，就是讲做代志足稳的人吼，其实足稳的人其实拢付出足侪代价吼，啊，真敖吞忍，啊嘛真敖让别人的人，吼，这种人，啊，真敖严格约束家己，吼，啊，烦恼吼看落足侪人，啊，任劳任怨吼，安尼真甘愿做迄种吼，敖替人想，吼，你看，即个拢是本来咱拢想即个拢好代志，问题即个拢是得癌症机会比较高吼。咱有足侪人是安怎？压力来的心情吼，压力来的时阵吼，通常着比一般遮个人，拢是一般人比一般人较大，而且吼，佫袂晓吼，要甲家己的呐心情讲出来，即心情无讲安尼吼，啊，家己家己的心情拢缀袂去，缀袂去。啊，所以即种人吼，真正着是压力无疏解吼，啊，烦恼无疏解，结果吼，得病痛的机会就非常高。不另外一种吼，我不另外一种吼，即个化炉吼对身体影响吼，就是种完美主义，吼，完美主义嘛真注意吼，即个健康吼，真正甲即个身躯的个性真正有足大的关系吼。完美主义就是讲大项代志吼，拢要做到一百分啦吼，啊吼，啊嘛足急性的人，即种人吼，伊较好得迄胃肠病。比如说肠胃肌躁症，我们才现在话吼，肠胃肌躁症吼，有看这种人看病的生活的，啊，再来就是种吼，胃头吼，伊打开来想代志，拢是做负面思考，吼，较想拢想歹，拢无咧想好诶，啊，这种人啊，比较多什么忧郁症，哎，真的是安尼吼，啊，若想足侪吼，操烦足侪吼，啊，佫会安怎失眠？困袂去，真正困袂去，像。我即下都讲咧，做一团读书，即马运动落去，即马我看讲，伊即间拢无啥落去安尼吼，共款意思，做袂去。啊，我毋是困眠，我是无困吼，安尼无无啥共款，差足侪吼，咧差足侪。所以今仔日吼，我主要是要甲咱大家讲吼，咱即个个性的问题，拢影响咱的生命吼。啊，所以阮今仔日要用一个艰苦一个教育，其实就是叫咱卖看无意思。啊，这个主题咱就是当地咱来想吼，到底人吼是安怎吼，话如遮尔多，到底这个来源吼，对对来吼，咱来看，如何咱的个性，这较细节咱注意看一下吼。咱圣经咧讲的遮是拢基本的家谦谦，吼，这是基本的这一第一项的吼。啊，不过我想，咱即摆为着家谦谦吼，这部分即摆哪会哪少，唔过食，还佫真侪人烦恼啦吼，因为足惊食唔到。是讲足惊食，所以即摆足侪化学物件吼，拢是食足侪拢会惊吼。再来第二种吼，就是讲对别人甲咱要求的，对别人甲咱期待，对别人的社会，就是讲大家的社会价值观，也是讲你应该安怎安怎拢互人别人要求的。啊，你无安尼做，你会感觉讲啊，我无安尼做互人，吼欢喜。安尼人际关系歹去，所以吼，只好就是为着别人来我，这是少。另外一种是吼，家己的个性，他都我讲的遐，自我要求足高的，责任感的，完美主义的，啊，都忧虑较侪，真老怀疑的，吼，真侪应该，家己有足侪应该，哪都是别人的应该，即嘛是家己的应该，吼，足侪，啊，佫真自卑，吼，啊，佫真好胜，吼，啊，真老到最后讲真重的。啊，这个人，这嘛是一种因素。个另外一种，这个压力的来源，就是讲跨入来源，就是讲生活环境，
生活环境，也是讲咱遇到的灾难，就譬如讲工作勇敢，也是讲各项的人际关系，也是讲经济的问题、病痛的问题、功课的问题、生活的竞争的问题，也是讲意外一些灾难吼，这拢是。另外第五种就是讲，你为着要完成家己的理想甲目标，吼，所以这款嘛是同款吼，是跨越真济吼。啊，到底耶稣吼，咱咧讲的跨越到底是讲啥？跨越这字吼，伫阮文吼，是讲真焦急，真焦急，啊，真烦恼吼，心情安尼真不安，啊，嘛是过度的关心吼。耶稣所禁止这个跨越吼，等于是讲吼，会抢夺人生命中真大诶欢喜甲快乐，迄种过度诶关心一部分。啊，所以充满跨越甲惊喜吼。啊，耶稣安尼甲咱教示，咱伫看伊第一句吼，先来讲，伊讲吼，叫你毋免跨越啦吼，上帝知影你诶需要吼，啊，上帝看顾你吼。咱来看圣经，即差不多咱已经念几啊摆，咱搁一届，咱来念一摆好无？预备，来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的话，你的性命要吃什么，要穿什么，还是你的身体要穿什么？你的性命要无法度在你面，也你的身躯要无法度在你手嘛。所以我的话如果我要吃什么，要穿什么，要穿什么，因为这些拢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的弟妹也知。家的东西，你听着对不对？啊，这是耶稣对学生讲的。哦，当初是门徒跟对耶稣的学生四界去传福音的时阵，因拢真正唔知讲吼，啊，即摆会定时去对啊，要对食，啊，要对住，吼，啊，身躯吼，伊嘛无带出个衫出去，本来烦恼唔知要穿啥，有够烧啊，无吼，拢有足烦恼吼，所以吼，其实。即个温度温对耶稣的时阵吼，也是真多烦恼，无通食，无通穿，无通用，无通啉吼，即个问题吼。那耶稣吼，其实嘛拢最了解学生即个跨越烦恼甲操烦，所以耶稣就用大自然即个动物吼，啊甲花草来来来甲学生讲。好，咱来看即个经文伊安尼讲吼，咱来看，来咱大家来念背来。试看天顶的花鸟，无种子，无休息的，无建筑，无吃的。你的预备也在饲伊，你唔惊无伊，伊也甲归去吗？好，咱再来看另外一段，安尼讲白来。你心啊，跨入四面八方的天空，啥时候你就跨入？气出山面八方的天空。耶稣在讲这个譬喻的时阵，是因为当时吼巴勒斯坦啊，非常的黑暗吼，足侪，你知无？啊，四面拢做会当看的。啊，伫犹太的民间内底吼，黑暗结果是红尘，最是误会，是人会安尼惊、会禁忌的一种鸟啊吼。所以我常常先甲伊提起来吼，因伫咧红高野外所在。伊要为了试命，啊，遐要坚强活落去，所以就试着去找物件来食。这种人哦，这种鸟啊，吼，这种就是人拢无接来的鸟啊，吼。不过上帝哦，悠然咧看顾，吼。何况咱这个人，咱拢比这个花鸟较贵重吼。另外一部分吼，咱来看这个，这是巴勒斯坦的百合花哦，甲咱所想的花无啥共个吼，啊，有水无？我特别吼，我为着一张吼，我找足久，我看最起码找一点钟吼，才找到这张吼。因为唔知道这张才是巴勒斯坦的百合花吼，所以要找足久的吼。啊，你看伊这个花，真的是很漂亮啊吼，真的是足水。啊，这花花吼，其实就是迄个时阵吼，巴勒斯坦的时阵，遐拢是四季拢是花吼。啊，其实这个花吼，其实颜色是拢足水的。啊，这个题目是做些百合吼，啊，头先头先都称作百合花。耶稣所讲的这个亚地百合花吼，但伊是一种
红色的白头翁的那种颜色哈，啊，每一朵花哈，就是讲伊红花是红花的白头翁啦，不是鸟的白头翁哈，是讲一种红花白头翁哈。每一朵花哈，差不多五到六片啦哈，颜色拢很鲜艳的那种，有一种萼片哈来组成的哈。啊，青黄色的上多，你看这片是青黄色的哈，大概紫色，啊嘛黄色哈，那是我们古早找古早找黄色的那是紫色哈。来这个这两种种吼，啊，毛白色的吼，啊，每一个每一年的一月啊到四月的时阵吼，这种花就是安那，生甲真旺嘿，啊，真水真灿烂吼，啊，耶稣在世时节吼，这种花哇，拢总是四季拢有吼，啊，耶稣在伊个家里个咧散步的时阵吼，啊，眼前一片。就是拢即个花吼，啊，安尼缤纷灿烂安尼吼，花朵美丽安尼吼，啊，耶稣就是用即个野玫瑰吼来教示即个心吼，讲你去看，你看即个花安尼生到遮尼水吼，遮大丛安尼吼，伊安怎生起来，就表示讲吼，我上帝是安尼来疼吼，我即个疼是因为无线，所以这种花吼，伫去的所在是足上足上，因为四季拢看得到，所以是真上，所以上帝嘛，甲伊尊塔吼，啊，敢若比所罗门王真英华。的时阵，伊所穿的衫搁较水，搁较水，所以咱就是毋免过头看。上帝吼，连花鸟伊拢总看吼，咱一切需要，伊当然嘛会负责到底。吼，上帝比咱的父母吼，搁较了解咱真正的需要，甚至伊甲咱，哎，伊所给咱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。啊，咱啥物着为着遮，咱来伫遐咧烦恼、内疚吼，也艰苦心。第二项吼，安尼讲，就是讲吼，咱要对上帝有信心，哎，学了沟通吼。啊，耶稣吼，是一个正比较学生吼，讲吼，恁这是小信呐，你是小信。伊讲吼，上帝迄个花草吼，今仔日我哦，啊明仔载有可能叫遐伫个下花路内底啦吼。啊，这片花草虽然吼，性命真短，啊，毋过嘞，上帝永远吼，甲因尊塔甲作水。何况咱人比遮个花鸟搁较呐贵重吼，所以耶稣爱因吼袂当过头烦恼，爱上爱对上帝有信心，因为上帝就是创造万面的上帝，也是无所不知的吼。啊，咱是个囝，伊哪有可能讲咱伊无疼咱？上帝知影咱一切欠缺甲需要，咱爱对上帝有信心。耶稣讲吼，恁所需要一切。你袂当中知影，你输给你。我讲一点仔，我家己的见识。我以前就是吼，流少人的时阵吼，啊，伊流少人老大气，已经拢无法度去食零点的物件嘛，所以拢非常拢无法度消化，所以就爱忍耐。咱咧化疗时，大家拢爱忍耐，安舒啦吼，有种肿瘤的安舒。啊，我就想讲吼，好啊，我就下班吼，我就想讲要来买安舒食。啊，无想到吼，迄天的。中道，因为我中道拢会等于宽落食，啊，我看到咧宽落食的时候，哎，我伫阮家客厅哦，足奇妙啊吼，哎，倒一箱的啥桉树放伫遐，我嘛出一条，我讲，哎呦，啊，我倒，安尼心肝安尼想，啊，下晡吼下班再来买尔吼，爱叫我，哎呐，一个桉树就放伫遐的所在吼，其实我讲根本不老塞。我就讲，我感谢上帝，讲吼，上帝啊，你真正是不只够我的上帝。当我想的时阵吼，你就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拢是超过我所求所想。搁一届，你其实我做一个见证，搁一届，搁有一间吼，人就送阮先生吼，阮大人有人送那些阮先生吼吃蜂胶了吼，阮先生感觉那吃蜂胶不只好好哦，他睡好个两礼拜，啊，所以已经怎了哦，所以呢，就这烦恼。摆蜂胶，有得要去堆买嘛吼，啊嘛有得要去堆找啊吼，所以都无啥知影吼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当我咧想的时阵吼，我得接一通电话。这通电话吼是中江的老师吼，啊，伊要甲阮先生是同事，啊，伊的囝是阮先生，伊的囝是阮先生学生吼，啊，伊就敲电话，甲我讲，哎，同学，阮家吼迄个蜂胶吼拢讲讲量，啊，足济个吼，我足惊过去。拜托恁来甲阮斗食好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咧，我接到你个电话，我就搁哭，
我最爱考虑啊，那个考虑，我想你一定也是无所不知的神哦。我不看啥，你就知影啥，啊，真正多谢你哦。这款的经验哦，我也是足多的吼。我思想的顶边有一个上帝是丰盛的上帝，是丰盛，是无予咱欠过的上帝。好，这是我。我讲，我今仔日会当安尼，实在是，真正是会当活伫这个时阵嘛，啊，搁这快乐吼，我相信嘛是拢是上帝，甲咱做供应的吼，所以我是足感谢上帝。再来吼，再来看，你马太第六章33安尼讲，我咱一起来念嘛，来。来祷告百姓就夜后干夜里，就将你拢都被刷红利。好，将你讲着讲吼。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旨吼，啊，到底是咧讲啥？咱不是咧讲这个。其实我以前较上帝的国甲上帝的旨吼，我到即马嘛是感觉我还阁回归啊。啊，唔吼，这不是吼，阮咧信仰伊不是咧讲上帝讲，我拢听到袂回啥啥的吼。这个意思是讲话，咱遵守，阁是咱是讲爱遵守上帝的这个旨意去行吼，就是对这个啊。跨入一个上好的殿宇。耶稣讲吼，恁上重要是啥？爱先追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这样你拢要舒服办。上帝甲上帝义到底是啥物啊？吼，伊是咧讲上帝这个国度来降临吼，还是讲上帝主权，还是讲上帝做主权吼，还是讲上帝旨意你有去行，有你有去实现无？所以你若有去实现，爱就是。你行上帝国的，啊，佫较实际要解说这个上帝国，就是讲你有上，你有甲掠上帝最重心哦。这个世间的人，啊，这个世界有甲上帝掠最重心哦，吼。这是一个规个拢是一个世界观，嘛是一个啥价值观，嘛是一个人生观的改变吼。上帝爱咱顺探伊的主权，吼，伊有怜悯，吼，伊有慈悲，伊嘛有疼，伊嘛有稳定，吼。上帝爱咱人超出伊的旨意，吼，啊，搁遵守伊的话去行，啊，咱来从咱的信仰主权来交付，伊就亲像即个父母共款吼，啊，疼咱吼，啊，疼咱亲像个囝子，疼惜咱，咱所欠过，伊拢会赐予咱，所以咱实在毋免搁为着家己的国、家己的义，吼，为着遮来去吼，也是讲为着生活遮来烦恼吼。也是为了追求这世上的荣华富贵，这个所在伫遐咧操烦过多吼。啊，这拢是外在啊，咱啊要追求这，就是其实都这拢是外在吼，嘛是暂时的需要。其实真紧，这的物件拢过去。现在有人这物件，你拢都已经有啊，你拢无啥物欠过。不过安怎，你还佫感觉你的心空空、空虚、空虚、孤单、孤单吼。啊，咱最上帝敬，就是咱来追求啊，上帝话，啊，上帝主权，过来敬上帝旨意甲戒律。我想，这是来叫伊叫咱，毋通追求俗世的价值，来叫咱追求啥物属天的价值，啊，这是真重要。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确信，吼，怎样确信咱啊？第一，上帝是全能，吼，伊知影咱的需要，伊有保咱的欠款。第二。伊予咱的是超过你所超过会当想，超过你所想。第三个讲吼，咱来不断来读上帝的话，啊，过来行上帝的旨意。啊，第四讲吼，咱来做上帝的这重心，来三听，啊，追求上帝意，做上帝看做好的代志，咱来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做谦卑，做正直。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是上帝爱咱行，爱咱做。啊，再来，再另外一种，就是讲，咱爱他多咱个修归上帝，归上帝国家里吼，这部分咱才好讲。再来，唔通为着俗世的价值来艰苦烦恼，爱为着有上天的价值吼，咱来过对舒服，这是较重要。啊，再来是讲，咱爱伫上帝，咱爱甲上帝起着好的关系，吼，这个好的关系。你若甲上帝起着好关系，咱会当甲上帝生气啦吼。啊，不过你若不是吼，歪插上帝啊，上帝嘛是。你若歪插上帝，可能上帝伊个话拢听袂进去吼，你嘛是会跟咧走安尼吼。
所以就是你的生命就是无够坚固，因为你不是活的。啊，再来就是讲，咱来从咱的主权，生命其实咱人是安怎，咱拢唔知。我想咱教会做侪人，你的生命就活伫遐咧，拢得到病痛哦，伫遐咧搏斗哦，其实咱嘛做来退退几多，就是种。生命若无从主管交上，咱毋知咱哪一天要来安怎。如果咱拄着时，咱到底是要安怎去？要去面对甲对抗。我想，遮个拢是咱最惊的一种痛苦嘛吼。耶稣应允伊吼，甲伊会将上好即个手术，好个福分手术予咱。所以咱来对学习吼，咱来学习讲，咱对上帝信心甲话去，毋通吼啊，家己感觉自作聪明嘛吼，啊，惊伫上帝个头前。其实，咱做老板的拢是惊伫上帝面前，爱相信吼上帝所做诶代志是超越人所期待的。咱你定爱欠伊讲，先伊讲啊，咱实在是有欠缺，吧？有软弱，有限，有限，无够硬，所以咱先就家己吼，咱诶有限。啊，咱来相信讲上帝听是有限，信耶稣人真正有福，因为咱诶上帝是宇宙创造万物创造者。伊啥物拢有，伊嘛知影咱的艰苦甲需要，伊会看顾咱吼。我就是经历安尼去甲照顾，所以我才老吼，才去顺吼，要来做团队师啦吼。啊，上好是莫安尼为着安尼感到吼，不是伫遮安尼烦恼吼。我应该啊，这一定要改。啊，再来就是讲吼，毋通看有即项代志。即讲一天的艰苦，一天顿就是一天艰苦，一天顿就好吼。伊讲，所以咱毋通为着安那明仔载看伊，因为迄个明仔载，伊也要家己看伊吼，一日的艰苦，一日看伊会到了。咱的生活吼，其实烦恼拢是真正常，烦恼真正常。毋过吼，主要说就是讲爱咱毋通安那过头，烦恼会使毋通过头吼。啊，毋免烦恼到吼，安尼困无。因为伊甲咱讲，一时的烦恼，一时就到，也就到吼。若是过头烦恼吼，迄艰苦吼，就拢袂顺咯吼。啊，安尼吼，咱真容易互身体甲心情、心灵吼受足大个伤害。因为圣经话咱讲吼，忧伤的灵安那，无根安那，无大吼。啊，所以咱吼，耶稣本来是安那，一个喜乐的心是上好个啥，对我吼。所以，其实耶稣是爱咱过平安喜乐的生活。毋盲咱，会当从咱的感觉、甲艰苦、烦恼，啊，透过祈祷，啊，讲互上帝知，互咱的心得到自由甲透放。啊，你隔壁兄弟姊妹讲，一日的艰苦，一日顿顿到啊，甲你隔壁讲。一日的艰苦，一日顿顿到吼。今日的经文吼，耶稣主要伊是要重点，是要甲阮教，我倒来讲上重点啦吼。第一项来，咱逐个个拢来念白来，毋通看路上帝看路，这是第一项吼，毋是过头哈。好，第二项嘞，上帝是爱看路，对。咱对这个上帝自然界只来看吼，只上帝拢在看路，何况是咱人吼。第三。安尼啦，相信上帝，靠靠上帝。这拢要属于你对无？咱即摆去隔壁人讲，你来先求上帝，靠靠上帝。这你拢要属于你，来，你来隔壁来讲。来，上尾一句啊吼，一天的艰苦安怎？一天的到底啊？咱即摆讲，隔壁讲吼。烦恼一天就煞，来，你记得好，烦恼一天就煞，哦，所以这是重要的吼，烦恼一天就煞。我唔盲讲吼，咱拢爱是的，哦，烦恼一天就好，因为吼，明仔载过明仔载烦恼要爱搁烦恼，所以烦恼一天就好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予我们知。我们比你万年更加伟大，你照顾万民一切的需要，我们对你有信心，因为你先疼我，我也愿意学习，先追求你的主权，甲去遵行你的旨意。
将你的话画出来。无顾为着将来的需要、烦恼、艰苦，因为你已经为阮预备好势，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